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八个单位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爱祥单位，爱祥佛堂的道亲前贤们来新化虎头皮这边参观活动，感恩感恩。历史建筑，神明避难所，日治时期有烧那个神明，所以我就请到这边神明避难所。再往前走，那边可以看到有坐可以坐船的码头了，可以由新化水库、虎头皮水库了。